我唱啊，看电影开花，嗯，看四五六，我看不就我看哪小胖，哎，就这么吃鸡腿，就这么说，西西哥，这么说，看电影开花是怎么？行啊，四五六，不就我看哪六九，哎，难受。春天里开花，春天里开花，包装简直太难受，这么包装简直太难受。你干嘛呀？咋的了，哥？你现在不听歌了是不？听啊！立正，向右转，起步走，一二一，一二一，立定，上去，扔，把遥控给我。不给。是你不跟哥商量的啊？哼，铁头功，咋的了？哎呀，奶奶，哪儿？你欺负你哥了？我没，他咋跑地上了？你看你这么个大体格子，你走了欺负他干啥呀？我没说，以后啊可不用再来了，没事吧？快起来吧。嗯，你这熊孩子，我做饭我都做不安生。哎呀！来，遥控给哥。哎呀，美江一听到这个旋律，就莫名的兴奋呢。哎呀，小健呐，啊，看着老猪，不是，看着老舅，为啥不打招呼呢？啊，舅舅，哎，爸。哎呀哎呀，看挺好，关了干啥呀？爸，我个亲我，可拉倒吧！就你大体格子壮，跟犊子似的，能让你哥欺负了？这这，哎呀，你没看那消极的眼呐？啊，那二师弟啥时候让那个大师兄欺负过？小健，你过来。舅舅。哎呀，舅好像突然明白点儿。健呐，嗯，这个。小哥俩平时关系就好好处呗，你们这一代人呢都是独生子女，是不是就得当亲哥们处，记住就得话啊。哎呀，又咋的了？你是不是懂了？你是不是懂了？没有起来。你说你这么大个人，你怎么还动手打孩子呢？不是，你还说，你再说揍你，我你，哎呀，爸，我鸡腿儿咬两口。你说你这小哥俩也真是啊，不见面就想，这一见面还打。行了行了，时间不早了，你快领小胖回家吧啊！哎，走，回家。咦，可以看电视了。写完作业咱再看电视啊。嗯，老二，我作业都写完了，就一道题不会。不会你问我呀。老二，你会吗？老年轻时候可聪明了，人送外号数学大滋花儿。哎，太好了。哎，就是这道题，说小明有321个冰糖，456个棒棒糖，538个棉花糖。说小明今天吃了132个冰糖，321个棒棒糖，421个棉花糖。问小明现在有什么？写。嗯，糖尿病。看我干啥呀？你姥爷就是吃糖吃多了，得了糖尿病，最后没了。哦，老二，你太聪明了！以后我有什么不会的问题都问你。哎，那我作业写完了，我去玩游戏机了啊！去吧去吧。哎呦，嗯，王小健，我妈。过来，哎，咋的了这是？滚开他！好好说话，你再吓着孩子。我这不给他去开家长会吗？这在班里这脸给我臊的呀。你看看他这个期中考试卷啊，这道题请用要么什么什么要么什么什么造句，他怎么造的啊？
糖葫芦1块钱一串，要吗？要吗？你要吗？要。你老老老老你跟我妈，老你跟我妈。哎呀，老爷，你老不是跟你说了少吃点糖吗？你老爷咋没的不知道啊？不要了，不要了，我们不吃糖了啊！别打孩子了。哎呀妈，作业写了吗？写完了。我看啊，糖尿病，这就是你写的作业呀，王小姐。老老，你赶紧老。哎呀呀，哎呀，哎呀，我过来，别闹了，你好好说话，你老打他干啥呀？妈，我跟你说，这孩子不能惯，就你走。刚才干什么呢，王小贱？玩游戏。我游戏了。我让你玩。进来了。你这孩子，说话就说话，你摔这游戏机干啥呀？不是花钱买的呀。我跟你说啊，就是你老在这儿，我揍不了你。等你老没的。说啥呢？这说啥呢？妈，你给我气死得了你。妈，你别往心里去，我那个。你是不是公司有事啊？有事你去忙去吧啊。哎呀，我单位确实有事，我得去一趟。这样，妈，你陪他先改作业啊，晚上来接他。老二，你看我妈，她把我游戏机都摔坏了。哎呦，大孙子不哭啊，是老不会，老教错了。你这样，老过会儿啊，打电话问你姨老，这题咱咋改，好不好？可是游戏机已经坏了。哎呦，不哭不哭，哎呀。来，你看，老这有钱，老原来寻思呀，这钱咱派全家服用。不过没事，咱以后有的是机会。来来来，这钱呀，你先拿去买游戏机啊，好不好？谢谢老。哎，但是你得答应老啊，以后可得好好学习。玻璃珠贴合英雄卡，顽皮筋迷藏石脚下，姥姥有那些作业本，我们就一天天长大。天梦中大白兔碾压，也幻想神仙科学家。白墙上泥泽简笔画，我们就一天天长大。四季过老梧桐发芽。啊！老二，哎，老二，我牛仔裤呢？啊，来，这儿呢。哎，老二。我这牛仔裤上的洞谁给我缝上了？我呀，老，我这就是破洞牛仔裤，你这玩意儿让我咋穿呢？哎呀，你这孩子，咱家现在条件好了，你穿这个出去多冷啊！哎，哎，我裤子上链子呢？啊，拴狗了。哎呀，我就别跟狗争了。哎。幸好我有百搭神器红星尔科运动裤，来把运动裤给我。啊，来，还是穿着这个舒服。哎，你说你今天穿着好看干啥去啊？嘿，不瞒您说啊，我去约会去。啥？你都有对象了？你这孩子什么时候的事儿啊？你咋没领回来给老看看呀？小姑娘哪儿的呀？叫什么名啊？今年多大了呀？你老，你能不能别烦了？整得跟你搞对象似的。你这孩子，我这不是关心你吗？行，给，有照片，您看看。哎呀，这小姑娘整得漂亮呀！叫啥名啊？秘密。你这孩子，跟老咋还有秘密了呢？老二，人的名字叫秘密。啊，这名起的还挺有悬念，秘密。人不光名好听，人还长得漂亮呢。这啥时候领回来一起吃个饭呀？哎呀，看看。不了不了，老二，
我俩约好出去吃。啊，那咱今天这拍全家福。哎呀，全家福的时候啊，我再回来啊，别走了啊。哎，等会儿，等会儿。咋了，老二？哎，你这忘拿了。外边冷，你不得好好系上扣啊！你这孩子再冻感冒了。你瞅瞅你这鞋带，来，老给你系上啊。老啊，我都这么大了，不用你管了。哎呀，啊，行了行了，我走了。哎呀，等会儿等会儿。又咋了？来来来，咱出去吃饭约会，咱不能让人小姑娘拿钱，咱大方点啊。哎，老二，我这么大了，我不要您钱。哎呀，你拿着拿着，你不拿老生气了。行，那谢谢老，我走了啊。哎，你咋回来了？您没叫我呀？没呀。习惯了。你慢点啊。喂，老二，我遇见几个朋友啊，就不回家到全家福了啊。喂喂，时针它不停在转动，滴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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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小雨它拍打着水花，滴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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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是不是还在牵挂他？滴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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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有几滴眼泪已落下。这件好看，相信我眼光啊！呀，换好了，姐看看。哎，姐，你看今天照全家福，我穿这衣服行不行的？我就说这件好看，是不是？我也觉得好看。好看，嗯。哎呀，姐，你这白头发咋不整一整啊？哎，这岁数了，姐吧，哎呦，哎，甭忙活，你干啥？怎么跟吓着了似的呢？这姐夫太客气了，以后你来这儿那就跟自己家不一样的嘛，啊？哎呀，姐夫，我咋每回见你这脸上都有点伤呢呀？这又咋整的呀？哎呀，姐，哎，你是不是欺负我姐夫了？你这话说的那是我弄的吗？啊，你问他自己咋整的。哎呀，这个真不怨你姐啊，这是我自己呀，在门框撞的。哦，这是你姐揍的。哎呀，但是哎呀，打是亲，骂是爱嘛。哎呀，你儿子衣服换了吗？哟，忘了。儿子，盼儿啊，到我呗。哎呀，你看看我这衣服行吗？哎，什么玩意儿啊，这是啊，弄得跟个扑棱格子扑扑棱棱的，你要甩子去啊你啊。什么玩意儿啊，这是。这人孩子穿那叫元帅服啊。啥元帅服？天蓬元帅呀。不会你爸说你赶紧给我呼唤去，快去。啥玩意儿换。我可这孩子穿的时尚。妈呀，哎呀，这俩宝儿咋这么大了啊？哎呦，直到今天照全家福穿这么漂亮呢。哎，是啊，妈妈啊，想太老了。哎呀，换衣服呢，一会儿就来了啊。咱还玩那个游戏，奶奶追你们。哎呀，快点，奶奶来了，姐你慢点跑，慢点慢点，宝贝宝贝，快来快来，别拽了拽了啊！哎，这一模样都别吵吵了。哎呀，妈，我奶奶说了，我这衣服就挺好看。是，哎呀，你奶呀，看你肚脐眼到双眼皮的。来来来，叫太郎，来来来，来来妈，哎呀，好好好，真好，来来来，太郎啊，给你们钱买糖吃，谢谢太郎，谢谢太郎，太郎好不好啊？哎呀，姐，你看咱妈今天穿这衣服，是不是显得可精神了？是，是不是？要我说，咱妈是越活越年轻。来，妈，上中间坐啊！太老，太老啊！哎呀，慢点，慢点，慢点，哎，扶点太奶，小健呢？慢点。老啊，这小健呢，公司业务忙，这又让领导叫去应酬去了。
他一会儿就回来，咱们大家等会儿他，等会儿他。他在这应酬忙，咱理解啊。啊，是啊，舅妈。哎呀，这人到中年啊，上有老，下有小，生活不容易啊。哎呀，哎，对呀。这不小健回来了吗？哎呀，哥回来了，回来了。这孩子。小爸。哎呀，哥。哎呀哎呀哎呀，你真行。闹一起就闹他，再给你哥霍霍死了。闪开闪开，这怎么又喝这么老些？哎呀，我老呢？这儿呢？哎、咋喝这多呢？啊，老啊，本来今天没事儿，我临时有事儿、啊，我这摄影师都找好了。哎，摄影师呢？没来呢。没来呢。哎呀，这一到年底呀、啊，我这活就多呀。祝愿各位老板啊，快乐每一天 ，Happy Every Day， 真好。哎呀，大家人都来齐了呀！来，我给大家安排一下顺序啊，老人坐中间，啊，儿女坐两边，咱们孙子辈的往后站，好吧？来，坐起来，坐起来，来来来，健哥喝不少啊，这来来来，对喽，来，看看这个位置啊。紧一点，紧一点，再近一点，胳膊挨胳膊，好不好？来，哎，往前看，往前看啊，真好，来，往前看啊，好，来，准备，三，二，一，停。我说摄影师，你能不能别老晃啊？这晃来晃去，照片不都虚了吗？孩子们，照相呀！哎哎，我说，来来来来，看这儿啊，看这儿，咱们一家人其乐融融的笑一下，嘿嘿，哈哈，呼呼，笑一下哈，真好真好，来啊，来预备啊，三，二，一，哎。再次踏上了北上飞驰的火车，告别了老家门前的小河，这一次姥姥没有来送我，可背包里已经装满她的嘱托。姥姥她越来越老，可火车还那样匆匆而过。姥姥你走不动了，可燕子还是回来做客。小时候不懂事儿，年轻的时候不懂得珍惜，其实道理大家都懂，但是能做到的有几个，所以别让爱你的人等太久。